还有其他的因素影响，例如说我们发球的时候不会去借力啊，不会去找到合力啊，就你的球过来你要合上力的，你看我合个力给你们看，看到没有啊，我把这个球力量我合到我的板上，看到没有，看到没有，这个就是合力，也是关键之一，打不到板头也是关键之一。还有影响一个是手腕手指的力量，就是四个因素对我们的发球啊，发球影响是比较大的。你看合力板头啊，回来劈离球心，来看到没有，来我们劈离右边的球心啊，来我们劈离左边的球心，我们劈离下面的球心，看到没有，它所产生的旋转是不一样的，好不好？记得点赞关注哦。